从皱纹到关节痛，衰老的过程真的很痛苦。可是如果告诉你可以减缓衰老最好的方式是由内到外呢？给您推荐全新的 Body Green Plus， 它含有超强的胶原蛋白和辅酶 Q10。 胶原蛋白是将一切粘合在一起的胶水，分别有三种。 Body Green Plus 所含有的胶原蛋白是第一种类型，这类型的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撑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皮肤、关节、指甲、头发和骨头的健康。然而第二种类型的胶原蛋白只能支撑骨头和关节，第三种类型只能支撑皮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会逐渐下降，这会导致皱纹和细纹的产生、脱发、软关节和脆骨头。Body Green 与胶原蛋白是完美的结合，因为它包含了能与胶原蛋白协同作用的营养素，例如维他命 C、 锌、铜、氨基酸和话梅。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身体将更有效地吸取胶原蛋白。 Body Green Plus 中的胶原蛋白是 1.5 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更有效地提高全身胶原水平。所以 Body Green Plus 所带来的相关益处远胜于只服用胶原蛋白，而且还可以增强人体胶原蛋白相关的益处。 Body Green Plus 胶原蛋白和营养素的完美结合，有利于帮助保持皮肤紧致、丰满、水润和柔软，加强关节、骨骼，以改善健身常规，让你拥有浓密和明亮的头发和更坚固的指甲。Body Green Plus 的另一个全新特色是辅酶 Q10， 这就是体内用在细胞层来产生能量，给予需要大能量的器官，例如我们的心脏、大脑、肝脏、肾脏和肌肉。辅酶 Q10 分为以活跃形式和非活跃形式存在，我们的身体需要将辅酶 Q10 转化为其活性形式，以产生细胞能量，从而为您的心脏和其他重要器官提供能量。 Body Green Plus 含有活性形式的辅酶 Q10 泛醇，就像汽车由汽油驱动一样，您的心脏和其他器官也由来自泛醇 CoQ10 的细胞能量驱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将辅酶 Q10 转化为活跃形式的泛醇能力大大下降，这会导致进行性肌肉僵硬、疲劳、心脏病、老人痴呆症。 Body Green Plus 利用从发酵酵母中提取的高品质 Kaneka 泛醇辅酶 Q10， Body Green 的活性酵素和辅酶 Q10 相辅相成，可以改善您的心脏健康以及能量和机能，它们共同帮助您增强心脏跳动，并用作心脏病和高血压管理的疗法。它们还可以通过减少肌肉疲劳、增加耐力、改善血液循环和减少头痛来增加您的精力和表现。每天两杯 Body Green Plus 可以帮助您维持健康的皮肤、头发、指甲、关节、骨骼和强健的心脏，以最高的性价比从 Body Green Plus 获得所需的所有营养。 Body Green Plus 可帮助您排毒、碱性、修复、增强活力。全新的 Body Green Plus 现在通过胶原蛋白和 CoQ10 进行了增强、修复和更好的使您精力充沛。